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济南带花胖跑到二楼去了，外面又下雨了，哎，天南下雨，搞得我都不好拍视频了，都没有题材了。没办法，当我没有题材的时候，我就用我的花胖播一下吃播了，看看这里面都是排骨啊。现在我们这边排骨都40多一斤了，这个饭店里面人家吃剩的排骨给他吃，他真是活的都比人快活，人都吃不起排骨了，他都能吃得起。其实我也想吃排骨，不过那是人家剩的，我是吃不了了，都给他吃完。知道你们那边的排骨现在都多少钱了啊？我们这边涨价涨得太厉害了，40多一斤，五花肉是30块钱一斤了。最近我好长时间也没吃猪肉了，现在呢主要都吃鸡肉。看看花胖啊，都吃到猪肉了啊，非常的羡慕他。虽然这里面有骨头，但是里面有好多排骨呢，排骨都是人家没有吃剩的啊，里面都是肉呢。最近有许多小伙伴们说我拍花胖的时候啊，在旁边啰里吧嗦的啊，废话连篇，哎呀，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在想啊，有的人肯定喜欢看花胖的吃饭的声音，但有的人看他会觉得无聊啊，我在旁边一蹭啊，喝的啊，你最起码不这么无聊嘛。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花胖吃饭的时候是该讲话还是不该讲话啊，人家都讲我是个话痨了。但是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想和你们粉丝聊聊天、叙叙话，多和你们互动互动嘛。本来只顾着讲话了，也没看花胖怎么吃的，就那几个排骨呢。哎，我主要是拍他吃那个排骨了，结果呢，他把排骨都吃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吃的，我感觉他都没有嚼，直接就给他喝进去的。哎呦，这个排骨他都喝进去了，我都服了他了。我看他吃饭就是香呀，看的我都饿了。有几次我在外面吃饭，每次无聊我就拿起手机反看我们花胖吃饭的样子啊，顿时我的胃口大开。看看，你看我们家花胖吃的这么垃圾的东西，剩菜剩饭都吃这么香啊！我自己吃的这个饭比他好多了，我还有理由吃不下去吗？所以呢，我就吃的多了啊！看他这个视频，特别的下饭呀。吃了。昨晚，哎呦，我们家花胖老规矩啊，吃过饭就要下楼拉便便，所以呢，我要给他放他一下。这个狗呢还有个癖好，你要不看着它，不看着它，它是不会拉的啊，你非要看着它它才会拉，你不看它它就跑到外面去溜达溜达了啊，感觉它知道你去你是看着它的，所以呢它就在你面前啊就把这个啊便便拉掉了。每次拉臭臭啊都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啊，那么不情愿的看着我，你看它这个小眼神啊，感觉就不高兴，我让他拉粑粑他还不高兴，我他非要在二楼拉他才舒畅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看我挺难缠他的屎啊，他比较幸灾乐祸啊，比较 happy 一点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小青蛙。